他说他罚单都会进吗？立刻给减震。我靠，真进了。现在进正常，你一会儿累的时候进。大家可以说那是关键时刻他罚人就会进了，对不对？球这人都控成这样，他毕竟是这个校队的那个首发。这学校 UT 的啊？不是 UT， 就是他是高中校队首发。高中不还是很牛逼啊，像那个我跟我们打球那个在高中是替补，是第三轮替补。谁啊？就那个你觉得还蛮厉害那个，常跟我在一起那个，那个我说四战全败，就后来来加的那个，他在高中是替补啊，还是就是第三轮的，就是三线球员嘛，就是，就他都已经那么牛逼了，这个校队首发，这个肯定还是级别更高一些嘛。在高中也天天打比赛吗？天天训练吧，有没有天天比赛我都不知道。高中比赛应该没那么多场。你说这个七号罚篮准不准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准。我操！哟，这个厉害！这瞎扔啊，这个。这么快攻得分，紫队的快攻得分比较牛逼。我操！哎呀，最后可惜，踩线了。这步好快啊，我操！你说刚那个起速，好快、啊。所以嘛，人家是校队首发嘛，确实快。这断的好些，这防的够积极。我靠！我发现这个紫色队的打法，他们还是。断球快攻是他们最主流的得分方式。边防。那边真积极。那个不用看了、啊，那个级别跟这还是差的。那边是 fraternity， 哎呀，这也没办法。你看黄的不会打快攻，他们断到球之后就只能重新组织，他们要打组织进攻。
看紫色这一断球就是快攻，就打得多犀利啊！这个，对，这两边打法上就是，黄色虽然阵地战的能力比较强，但是因为不会打快攻嘛，就不会打快攻，我觉得就打得少啊。我觉得。他们紫色打了多少个快攻了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全是，几乎都是快攻得分啊，紫色。二十分几乎都是快攻。其实就跟那天咱们那个对手一样，咱们那个对手也是。确实比较好。你帮我拿一下，我们换成行。嗯，行。咱们那个对手也是这种打法，都是以快攻为主。打死不打快攻了，他们。来上来上，来接接，好好好好好。这个转换好呀，太漂亮了。要强攻篮下，这黄色的队做犯规。我说黄色队现在的打法变成强攻篮下。嗯，我们来看这个。小林老猛了，我操！啊，解散了。那个三号是 ABC， 他说他之后可以来加咱们队。没有没有，辽宁队夺冠有意义。那最后辽宁打北京，辽宁第一场3-0浙江，第二场3-0青岛，再3-0北京，完事。多少年了，我操！打进40总决赛，一次冠军没拿到。40还是50？40。然后，北京4年3次打进总决赛，2次夺冠，第3次看看还能不能？哎呦，在哪儿啊？那这么，为啥不拿呢？拿了回场，回场是搁中间发球，这是搁底下发球，当然是中场发球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问他了，他这个没有受到好的教育，命中率太高了。这个还好，之前我看另一个队命中率更高，这边是比较激烈。咋样，陆哥？直接上去就骑。也不管你鸡巴防不防，我反正上去，我上去就是骑。之前我看到过那种以投射为主，有点像李祖豪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像李祖豪。嗯。这场比赛只要出现花了迹象，我就走。出现什么花的迹象，就觉得没啥可看的，我就走。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为什么？你觉得哪个队要？我是要扣我。你觉得哪个队要把对方花掉？轻松。你觉得哪个队？一个大横劈，我操！你觉得哪个队要花另一个队？不好说，我觉得容易花。我感觉很激烈啊。
哎呦我的妈，太绝了！等到生病再打球。他们就是先飞起来，是在找球。对。我们看到球在飞。我操！这感觉黄队身体条件更好一点。是啊，黄队要阵地战嘛。但是紫色的快攻打得很好，就紫的快攻得分得了十几分了。15号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好球！你看这个小小胖胖，我操，这技术非常好，我靠！那对，小胖胖，一个横移之后挑篮嘛。射！中奖了！你看这好球打的，射！不，没有好机会不随便出手，因为这个是没有进攻时间限制。就赢了，很有耐心，很有耐心，不进的，这打得很有耐心。这两个兄弟，你看6号跟10号双胞胎，啊，对，是双胞胎。你跟他们打都他们厉害吗？可以，三分都挺准。啊，6号10号双胞胎。摸手了，伸手了，哥们直接要扣我操！谁管24啊？我忘了，这鸡巴神助！这没证据，先起来再说，我操！这时间就是被我耗没的。从50秒一直在走，这时间。反正他罚篮无所谓，时间到会让他罚完。他故意罚得慢，这样别人就没得攻嘛。对。我肯定罚得慢，我说罚三分保证。只看着甩胳膊的就放。再玩一下，投完剩5秒了。谁要求暂停？混的。我觉得暂停还挺好。谁要求暂停啊？纸队吗？是这队啊。抽！哎呀呵，呵，这一号，哎呀呵，哎，抢了！今天看没从那个人头上把盒摘下来，然后往进放，吓丢了我！哎，我会逃跑，不行，忍受不了。你那妹子投篮的，你过去了。妹子，哎，开妹子什么过去？妹子他妈反应老好了啊！啊？开妹子我那两个女的什么？这边就被吹进了过去。不对，不是进场过去，应该是犯规吧？挺像是吧？我靠！一传出来就是。这没了，这个剩8秒了。我靠，没了！哎呦我操，真的能扔到啊！是差一点，对。